据媒体消息，霍震霆长子霍启刚去年迎娶跳水公主郭晶晶，婚后晶晶一直被传怀有霍家长子嫡孙。据可靠消息透露，晶晶近日成功怀孕两个月。日前她跟夫婿现身天津时，特意穿上宽身大露，更全程霍启刚悉心照顾，明显为了护肚加强保安。一直心急抱孙的霍震霆终于如愿以偿。记者致电他时，霍震霆透露人身在天津，明天才会返港。问会否担心 HGN9， 他坦言不担心。当记者恭喜新抱郭晶晶怀孕两个月，霍震霆虽有意对喜讯低调，但仍难掩开心之情。他哈哈大笑几声说：“返回先同你讲，拜拜。”